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钢笔画画家，我叫李景峰。一直从事写实钢笔画创作。写实钢笔画呢，实际上很辛苦啊，就是用钢笔，一笔一笔的画出来。时间很长，但是呢，这个过程呢很享受。受疫情的影响，又限制出行。对于画家来说呢，应该不算是坏事，可以安心的在画室里面画画。这是我这次比赛的获奖证书。